嗨，现在是周六中午的12点，跟我一起来吃一顿免费的午餐吧。Let's go。听说来这个商场可以吃免费的午餐哦。听说这是盒马在上海的第一家黑标店，意思就是非常高级的店，去看一下吧。又记得，对，有活动，谢谢黄妹。好，谢谢。包里方便，开心果的。哦，谢谢。我家姑妈，这边有米花酒酿啊。哦，谢谢。面包上的。哦。也可以直接买肉，然后免费加工完之后可以在这一块吃。这是一小盒的咖喱米饭，里面还有鸡肉和土豆。快点，快点。姐姐，这个我可以拿一份吗？就味道是味道，一个草莓三圣，两个原味，一个日哦，好，谢谢。盒马的熟食区真的种类好多呀，但是没有试吃，去别的地方看看吧。可能是因为第一次想要蹭吃一整顿午饭，然后他盒马那边很多免费吃的地方都放在一个区域，你就很不好意思一直待在那，然后现在就得出来了。但是从刚刚吃的盒马这边下来，有一个下面一大片能看到这边，包括是这里面再往里面走，一大片都是吃的。哦，我要水果茶吧，我试一个。好，谢谢。是巴提手摇葡萄。好的好的，谢谢。这是巴提手摇葡萄茶，喝一个看看，里面好像还有葡萄的颗粒耶。来，点一块的面点。嗯。茶怡，一个新的品牌。它这个，它这个里面不是葡萄粒，是那个像果冻一样的菊若那种颗粒，嗯，挺好吃的，很有嚼劲。这是好像什么鸡肉串还是鱿鱼串？嗯，这鸡肉串很好吃哦，挺好吃的。那你看我能要一个吗？可以啊，来美女。好，谢谢。这是什么？辣子鸡。这辣子鸡，就是辣子鸡，但它上面有个辣椒，我不是很想吃，怎么办？待会再吐出来。把这吐出来了，好辣！这边的几个小哥哥都好热情的在吆喝啊，都这是免费的。哎，好的，再要一个嘛，好好吃啊，谢谢。很不要脸的，第二期要来的这个，真的很好吃哦。刚刚那个辣子鸡真的很辣，巨辣无比。然后这个是米丸子，吃一个。视频一开始的自我介绍就放在这里说吧。嗨，我是 Dais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在这里我会分享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如果喜欢就请点赞订阅吧。刚看到一个阿姨把一家蛋糕店里面很大的一块最后一块试吃的蛋糕给吃完了，我原来想去拿那个，
黄桃、西梅、杏干都有的哦。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西梅干。西梅干是吧？我拿个西梅吧。你会。这是西梅干，我感觉还挺好吃的。嗯。啊，这个是辣子鸡是吧？哦，好，谢谢。刚又吃了一块辣子鸡。就是你知道这个就没有很辣了，这个是微辣，我觉得还可以哦。上海女人有主张，摆得平，搞得定，输得起，很有意思的横幅。是叫锅巴土豆。嗯，它这个土豆是甜辣口味，然后皮特别特别脆。还不错，可以了。完了，我这锅巴土豆的后劲来了，好辣哦！吃辣的锅巴土豆好辣，因为实在是太辣了，又要了一杯柠檬茶。这个寿司是真的很皮，全很顶哎，很容易饱哦。亲身体验了一圈河马商场，加上刚刚在那一整层就都是吃的那一整层，是很多试吃的食物，如果一个量不大的女生的话是真的可以在这边吃饱的，男生的话如果你可以不在乎别人的眼光，自己不会不好意思，我觉得你在这边绝对绝对可以吃得非常饱。因为一个河马里面其实就已经有很多比如说意面或者是面包的试吃，那个其实还蛮顶的。